有惡神全面禁煙，而十二條款其中一款就係今日背後辯題。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聯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提議，港府可以參考新西蘭即將實施嘅做法，將2009年或之後出生嘅人士定為無煙世代，終身禁止賣煙。我要強調呢一款政策對2009年前出生，即目前現有成年煙民係完全零影響。請大家請勿離題。咁政策對象係邊個呢？僅限於2009年之後嘅無煙世代，因為目前讀緊中一、中二同小學嘅佢哋未係煙民，因為佢哋仲有機會接受禁煙教育。而行論辯題是否成立，標準應在於今日政策是否有助推動落實煙草中毒，喺煙民同社會可接受嘅前提之下，即係反效果可控嘅前提下，逐步減低吸煙率。而我方成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增加成本，減少煙民。各位試諗一諗，絕大部分嘅禁煙政策效果都源於令煙民增加吸煙嘅成本同代價，未成為煙民嘅吸第一口煙前，顧慮會多咗，不幸已墮落網，但煙有微心嘅，都會因為成本較高、體驗較差，提供更大嘅誘因，促使佢哋戒煙抽身。成本係指乜嘢咧？例如係時間成本，我得自己落街買，要揾人等人幫自己買，再拎嚟交收。或者係距離成本，又僅有一間睇咗緊嘅報攤同便利店，變為地鐵站交收或者村街過區去攞貨，甚至係做得形象嘅成本，由合法嘅事變成走法律啦，係會有人由接受變為抗拒噶。嗱，總有人忍，但都總有人係良民奉公守法，總有人不堪其煩，於是改為對煙說不。有方否唔否認到咧？而你無法否認會存在嘅呢啲人，係咪背後辯題嘅成效呢？第二，協助教育改善效果。法家 Joe Jennings 曾經指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就係最基礎嘅底線教育，即係以法為教，話俾呢班少年人知道，你應無煙，而佢哋係無煙一代嘅先鋒。各位請改一改諗法，教育同背後政策唔係相本齊下，而係相輔相成。因為禁煙教育嘅方針將會出現變化。各位，對於中年老年嘅煙民，政府仲有冇機會強制佢哋接受教育咧？冇。單2009之後嘅無煙世代，普遍而言未係煙民而正接受教育。而當辯題實施後，禁煙教育就可以參考禁毒教育最有效方法，即係展示效果法。就喺本月16日，立法會就青少年毒品罪行開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提及過，禁毒教育着重於形象化接觸毒品嘅嚴重禍害同後果，例如毒癮起步、毒品係幾咁辛苦。而喺背後政策落實之下，禁煙教育就可以同樣形象化咁，未來煙引起而你無法買煙，於是焦慮、口乾、頭暈、暴躁等等。請有方主辯答答大家，禁毒感仲有冇效呢？而禁煙如果可以咁做，又有冇效呢？最後想問有方同學，最大部分禁煙政策都係針對於成年英文煙民，想問下有方有咩做法係針對下一代，令佢哋成為煙民嘅機會降低呢？多謝各位。
就係葉文咯，有方台咁，所以好基本上嘅問題就係、是，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食成煙啊？食唔上呢啲食品點樣上煙咧？所以有方台咧，今日純粹就係我哋講話喂，成本上升佢哋食唔到煙，咁但係問題係，因為我作為一個零七年嘅人買俾你嘅時候，咁你咪可以食到煙咯，我都唔理解啦。咁我免費請你食一支煙嘅話，有啲乜嘢問題？所以方台今日矛盾啦。想問你嘅係，咁再問你嘅係啦，如果你覺得係零九年之後嘅人口？同樣有健康問題嘅，係咪都要禁咧？其他有健康嘅嘢，係咪都要禁咧？
年之後啊，就要對新一代從而去做到蒙面世代，從而令到佢哋可以冇再有新一代嘅煙霾啊嘛。即係譬如話，你嘅家屬可以繼續加㗎，可以繼續雙管齊下㗎嘛。第二方面咧就係講緊加強教育，堅持喺預防青少年染上毒癮方面咧，其實一種有效嘅辦法就係長期擴展至染上毒癮，低入於毒品犯法，於是無毒品，你有幾辛苦、幾焦慮、幾破壞身邊人嘅關係，有效㗎。不過現實情況之下，講到煙引起但冇得買煙又幾咁辛苦。既然點解禁毒有效，點解禁煙又唔用呢？再簡單，再講下嗰位同學，我哋咧用，再講下嗰位同學用不單嘅例子，我哋論證，但係先幫我提清事實先。不單係用一刀切嘅方法，但係而家香港政策就係逐步逐步減少，由2009年開始慢慢出現禁煙啦。所以今日有可能資料未成熟嘅時候，就唔好用不單同我方嚟論證，我方嘅立場啦。再之後，而家見到係逐步逐步減少咧，先至可以達到最大嘅成效。其實國際上咧都廣受認同㗎，例如係美國嘅電動車原本依賴中國嘅電池，但係而家美國咧都
出生的那些咪冇 A 群咯，跟住零九年之後逐步全部冇得買煙嘅時候，咪逐步可以全面禁煙咯。咁簡單，佢逐步禁曬，係咪冇曬之後咪最好？我想我哋由翻邏輯禁毒，都係等於侵犯你自由，係咪？幾多人？咪首先想問有冇嘅，咁零九年前係禁定唔禁先？咁我好矛盾嘅，一時咧就講話唔應該禁，一時咧就話要禁。咁阿方同學，而家逐步禁，最後去到全面禁煙，除咗呢個方法，仲有冇其他方法？加上做唔做到？好簡單問有方學，今日你嘅方案點樣逐步減少啊？零九之前全部都冇得賣煙喎，咁佢長大咗之後，成個香港咪可以逐漸變成禁煙世代咯？嗱，好簡單問方嘅，嗱，邊個係由細可以食，邊個唔係大個都要食啊？有問題。你都見到喎，完全唔係冇小學生可以食到煙喎。咁但係我哋而家就係減少佢，增加佢食煙嘅成本，減少到小學生而家食煙嘅煙民，咁佢最後咪可以減少到佢全港嘅煙民咯。既然有方今日係話要禁止到零九年嘅日嘅時候，想問你逐步嗰個位喺邊度睇到啊？咁我而家唔係禁咗全部啊，你而家唔好再將我嗰個方案定做係全面全港禁煙，而家你講緊零九年之。零九年之後出生的人士不可食煙，對而家冇影響咯。我哋所以咪逐步減少咯。咁零七年、零八年嘅人問你啦，零七年、零八年嘅人買煙啦，咁佢送俾零九年嘅人食煙。咁呢一個時間可以話有長嘅，佢可以不斷送嘅時候，想問你究竟點樣可以做到無煙世代啊？我所以係有幫嘅加税啊，減低吸煙區嗰啲方嘅，啲根本係做唔到交嘅。譬如我之前嚴上做影界方面，其中一種有效嘅方法。染上啲毒嘅問題有幾大？有方嘅方案之下係可以點樣做？可以點樣教到佢哋咧？我想問有方點解禁煙同教育一齊就可以教到，但係加上唔係教育一齊就唔可以教到咧？因為煙民如果你唔係講零九年出世之後冇得買煙嘛，都好似毒品咁咯。你毒品你吸食咗之後冇得再買嘅話，咁咪做唔到咯。所以今日咁話，你要同我講嘅係點解而家教育佢哋講話之後冇得買煙，即係減低唔到佢哋，而係你更加多減低落嚟。而家你問緊一個問題，你話要禁煙同埋教育一齊嘛？但係我方加上教育一齊。現在我們禁煙政策就可以讓他們知道煙上究竟之後的危害有多大嘛，你加上同教可以怎樣教育到他們啊？好簡單問你，在成效這一方面，有方同學今天是想要減低藥，你說是完全做到無煙世代？我們要逐步減低完全無煙世代，因為你的加上要做到，不如你給我一下我們現在香港應該怎樣做啊？所以說明有方的是零九年前的舊舊舊舊嘛，有方同學來說我們確答不到下方，就我方的方法確答了，我不明白處在哪裡，所以我不如理論證明我們現在教育下一代令到他們成為無煙世代，為什麼會有壞處呢？不是下一代，為什麼只是包括零九後呢？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針對今年的對象，有方今天所說的零九年我們不讓他買，而有方就是針對其他已經成為煙民的人進行一個加稅的程序，為什麼不可以申請成效？好，依家係前面文件，相關文件嘅一。
果只係以政策到凌駕市民自由，輕易就作出立法禁止嘅決定，只會令市民嘅出貨越嚟越多。咁樣傳上唔能發現疑風，有風還疑下浪。首先有風係可能性嘅問題，有可能方面就問啦，係早個2019年、2019年都係新世代嘅年輕人就唔使禁，2019年嗰啲有咩獨特性呢？有風就回答話，2019年前嘅煙癮。太重，即係禁唔到啦，就要雙管齊下。但之後又轉移立場咯，話要出貨禁喎，即係其實
度要托人買先可以食到煙啦。所以第一步，有關已經承認咗成本嘅上升，已經好難買啦。係咪已經可以逐步減少煙民嘅數量呢？第二係不回應，因為公眾嘅環節咧，亦都同有方問過啦。原來咧令到私煙加劇嘅情況下，係咪應該令到煙民數量逐步上升呢個大方向咧？有方係同意嘅。所以今日咧，我哋針對於未成年煙民嘅呢一批零九後，未雨綢繆，到底有啲乜嘢問題咧？有方都同回應㗎。
制運用咧，我覺得反方反而做得好啲。所以嗱，整總的來說咧，我個分子咧，我冇特登計六分，一嚟因為聯賽個分子計算嘅複雜啦，亦係我自己都未好攞得定嘅 set 嚟嘅，咁我就跟翻我一路聽到幾個分子嗰度攞嚟做咁，所以咁我照嘅講，我啲觀察同埋一啲方面首先嗱，我分三個大嘅位啦，第一個咧就係今日討論其中一個重點，冇特別 mention 呢樣嘢，但我觀察有啲重點。係禁煙嘅理論，啲係特別。點解會提呢樣嘢咧？因為今日呢一場咧有一啲位，政府我覺得之所以講得定開到靚同埋開得好咧，其中一位係你既有講，但係都冇講過。個位就在於你轉面開出嚟鋪嘅時候咧，你鋪咗禁煙嘅，你鋪咗禁煙中國嗰個藍圖出嚟，12款齊下等等。咁一開始我 buy 到就係、呢個係一個好好。順勢而言啦，即係好自然推出嘅結論就係禁煙，我一定做緊，休息下唔錯去做佢。呢個我 OK 嘅，但問題就係當法方問落去，真係問到係咁，其實具體禁煙嘅原因係乜嘢？而呢個位就係落到好 philosophical 啲嘅討論，即係唔係純粹從政策或者從現況數據多，即係 philosophical 啲你聽佢講嘅，例如汽水啊、落衣裳同埋運動去講啦。其實佢背後就係有啲想挑戰你禁煙背後嚟佢係乜嘢？即係煙，甚至再白啲就係用翻你哋條框架就係、是，咁到底一開始行呢個禁煙中國背後原因係咩？香港由一開始做禁煙嘅原因係乜嘢？其實有啲意味就係問翻佢呢個位置。咁所以我覺得攻防上你哋有嘗試去避啦，即係其實你都唔願意直接答呢個問題嘅，聽得出。咁我覺得處理手法避固然係一種啦，咁調翻轉。亦都唔需要俾人撳得咁勁，但係你學翻佢咁要我哋做嘅措施係，其實對方都冇特別 comment 過嘅。政府喺香港一直嘅針對煙草嘅法律啊，或者嘅政策係點？咁起碼你考學方法翻裏面先啦。我覺得裏面其實有方法解嘅，或者有啲嘢可以達得到嘅。但起碼做個功夫上，我覺得你可以問翻裏面先，或者呢一個位置就變得係對方主攻，而家你喺度受。咁不斷就俾人用好多唔同嘅類比講咗好耐嘅，即係呢個真係由轉變講向結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我有可惜嘅就係你哋唔係冇答，或者我哋都係好嘅，但就爭咗喺台上點樣去拆或者掃你翻，即係疏解翻對方俾你喺呢方面嘅壓力。咁所以喺禁煙理據方面咧，我覺得你哋係有啲着墨啦，即係起碼睇到拎上出嚟，又未知冇講過。但我又俾唔到好高分，因為你冇即係好針對對方講嘅去講翻啲細碎嘅嘢。咁調翻轉喺呢個位上面咧，我會俾反方係一個攻擊係得唔得嚟嘅，即係睇你攻擊真係問得到啦，你攻勢強勁啦，對方亦都唔係真係俾好強嘅回應你。但倒翻轉頭就係同一個問題啫，就係咁調翻轉你想睇現實禁煙，甚至調翻轉你哋又點樣抵廉價香港唔禁煙啊毒品啦？點解禁嘅理由咧？其實我覺得公平地，正方如果係問翻你，不過正方反擊你嘅攻勢比較強啫。咁所以如果呢啲位你所以我覺得，所以我方面就係你哋攻勢曬，但對呢個方面嘅呢一個立場本身係好強嘅，都 solid 係啦。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對禁煙嚟佢呢個大戰場上咧，我覺得判斷就係有冇乜比較得力咁，就真係喺台上表現係。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同樣啦，我都覺得對正方係好可惜嘅，就係、是、對方有兩個大嘅論調啦。第一個就係講加税，即係加税屬於一種反應。第二個論調就係、是、其實你哋都禁曬喎，有好多人又買煙俾佢哋啦，又即係未即係你又要全面禁煙，又借個零九後呢啲啦。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可惜嘅，因為其實你哋主線都一樣係解得到嘅，只係你冇攞出嚟。就係冇攞翻12款齊或者成個藍圖，因為其實點解我覺得後面冇跟提出，或者前面我聽住其實有少少突發嘅位，就係你好強調淨係講人嘅，你好強調淨係講呢個政策上面。咁聽埋通常走勢，我更加明顯，我理解係其實呢個做法就係想收窄個範圍，就唔討論嗰啲。你唔使討論香港最尾係咪真係禁曬，其實你係有壓力。但不是憑這個，這個只是令到香港有一個全面的基礎，就是你有一次說將它的吸引水用去抄上 15% 就全禁。其實
實如果對方打你成效，我直接講，係啊，呢個係禁制。你只要扣單，哪怕佢只扣到0.1%，佢只要賣佢5%，我都有條件全金，有個全金。呢個先係你嘅成效。咩成效係透過2009年之後，然後等前啲人慢慢淘汰，淘汰到佢哋大個之後冇人買呢啲成效，唔係呢個應該。所以去到後少少，我聽落你負面或者喺字入邊用呢種方式去回應對方嘅成效咧，我都係有少少攞唔翻你主管嗰個強位，或者攞翻主管開俾你哋嗰個優勢出嚟。咁係啦，即係如果呢個話我直接打翻去就係、是、啊，要咁幫唔係呢個。呢、這個措施我要證明佢嘅成效，就唔係對方講嘅咁啲。我只要證明到佢有效減低哪怕0.1%嘅咁啲率，咁都已經成立到啦。呢個係你哋對於成效嘅論證目標。對方即係呢個就係你哋回應或者對方。同你哋分別啦，即係喺理解成效上。咁但係翻轉你又唔攞啲嘢出嚟打咧，攞翻好正啲位出嚟咧，咁我又唔係特別會卡你分，或者你哋個回應嘅又唔係太大出入，即係真係用漫長時間或者真係同佢尋找啲成效嘅方面。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就未太係啦，就係捉到未斷到角咯，我覺得個重點咁所以。但同樣地，有啲反擊位咧，你都嘗試問過，但係仲所以反方咧，我覺得今日相對呢啲位置又答得相對輕鬆。例如你問翻對面面試18歲嘅例子，我冇特別 check 條條文係禁定買啦，但起碼對反方自己講嗰個 attention 係收到，即係有人幫你買，然後俾個小朋友食，即係 even 依家禁18歲，今年我唔知啦，但現實上呢樣嘢都technical 啦，即係犯法嘅，但你即係好啦，你話好啦，但係咧，但做得到啊！你想象到嘅情景出嚟喎。咁你問翻轉問佢現時你所講嘅啲措施，你又點睇？即係呢個位中間有問過，但係將佢對面，你將佢對面問呢個位。所以我覺得又係有啲可惜，即係你捉到某啲位。所以反方攻勢就 keep 住去，但對方又冇乜太大壓力承受翻嚟，我覺得跟場對面就係主攻咯。但對方對在於佢點樣睇成效咧？佢哋嘅加税其實都冇好細緻嘅論證，即係你真係要好大咁樣去做方案比較，其實對方都唔係俾到啲咩你。你話佢加幾多稅率，你問佢點樣加法，點樣收，其實我估對方都未必答到你。咁所以又係呢啲位未俾翻壓力對面，依份做一個反應嘅比較，又係未俾得足夠攻擊對方，所以又有一個可惜嘅位置。咁呢兩點就係內容上、表現上第一個講明。盡能力組織到嘅嘢啦。咁至於即係講表現上或者喺技巧上咧，雙方可能係有可以賺嘅位嘅，而且係都係今場比咗個精彩嘅位嘅。正方主辯咧，我欣賞嘅咧就係、是、開咧，你描述得好細膩嘅。即係第一個講增加成本嗰位咧，我係好多位係明白嘅，同埋你講得係好清晰嘅，即係包括個成本係啲咩，包括好多成本啊等等等等。但所以呢個位我覺得係 appreciate 嘅，而且係。我少有大工錯變題係諗，即係去錄曬去就得。但同一時間有樣嘢，去到完場咧，我都未係太信服到位，就係、是、你第二個方嘅教個位咧。我坦白講就其實唔係太激嗰個分別係啲咩，即係我明白個主旨就係有另一種深啲嘅方式位可以同近啲嗰種教育去相提並論。但 exactly 嗰個增加嗰個位，你嗰個教育方式，我唔肯定係教你嘅教育嘅心理有啲嘅唔同，我都未太明得到，可能我原進一啲啦，所以呢個位就唔係太激得到。但係第一個方嘅成本表述，我覺得係好嘅。至於反方咧，最亮麗嗰下咧，我覺得就係公面嗰下，公面嗰下係係你能夠令我做到一種就係一開始聽對方主持高分嘅，我覺得唔錯喎。咁下個點應呢？你嗰下高面咧係令我覺得都有機會搞得翻轉頭喎。包括你一開始針對對方成本個位咧，一開始嗰個中途上位或者即係一開始開到你嗰陣嘅高面位置，我覺得可能你 check 咗，或者起碼當刻嘅反應嚟講。
幾好嘅，即係開咗高層嚟嘅。不過就係操作上我哋喺立場俾翻對壓力啊，或者想反攻翻對面嘅做即係攻中嘅大友。調翻轉反方咧，攻曬到人哋嘅，你都應該 feel 到立場，我估你壓力都唔算太大，因為對方唔係俾太多壓力嘅。但論點散亂咯，即係你嘅主線係就即係係有好多論點，但論點未成主線，即係未有一個好清楚嘅藍圖，未有一個好清楚嘅立場咧，點樣？即係你點樣睇演錯啊等等。所以但調翻轉對方特別挑戰你咧，咁我會有疑問，就留咗埋佢喺度。咁我 comment 我呢啲事想交俾你嘅咧，我覺得如果你答得係要撳，而且你仲有個難題，講緊話要全面撳演嘅。
同埋養可樂同埋即係養可樂都有分別，即係我先唔講係對於個個人健康咩分別啦，即係你常煙可能二手煙嗰啲煙其實越飄咁，即係你對個公眾健康嘅危害都係會有提高，即係或者係即係可能非常煙嗰啲都係啦，即係雖然而家係話有禁煙同埋非禁煙商，咁但係我覺得應該係可以，即係應該都唔會真係好難去講到究竟食可誒飲可樂食薯片同埋吸煙對一個個人嘅健康危害有幾大，尤其是你今日係覺得煙係唔好嘅時候，我會期望你攞到啲嘅嚟約出嚟。咁如果唔係嘅話，就好似好避而又之，唔知點樣避。即係我都會覺得，如果你係同意薯片或者係薯片或者可樂啦，你都會深刻同意，可能佢對人哋健康有危害嘅。咁所以你覺得係你都同意，可能會有其他嘅做法去處理，例如可能加水咁樣先算啦。咁但係 before 呢一樣嘢之前，起碼都要去解釋到點解你要買先。即係呢個就係第二樣嘢，我覺得。今日對方問你的時候，對方一開口問我會俾到分，但係你答唔到嘅時候就冇辦法俾你哋後場嘅時候個分數上面更加，即係會有好明顯嘅上升嘅原因。第三個我覺得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就係算講喺你個正常教育會，呢個位咧我應該係會即係一半都有去講嘅，即係就係你有咗呢條法例啦，你可以教嗰啲人佢哋講咧食唔到煙咧都會好大煙。然後咧，佢到時候辯論嘅時候咧，教呢個位都深刻成為咗一個戰場，因為對方都有挑戰你噶嘛。其實你可以同人喺家邊學上間，同一時間你喺小學或者中學嘅書入面去教你食煙，冇大煙嘅問題。即係我會聽到，我同意反方嘅呢個嘅論述嘅。咁但係咧，我同意個前提係，我覺得正方喺交代你哋個教育效果嘅時候，可能未即係點講咧？同我即係我自己。我覺得你哋係想講話，如果我哋同個小朋友講啲人要禁止佢購買嘅話，我哋希望係想做到一個污名化嘅效果。你想透過呢個污名化，令佢好深刻咁樣知道呢樣嘢係唔好嘅。咁而至於之後，就算佢真係有機會喺生命度出現咗，即係例如你啲煙或者你食啦，咁你都可以潛意識由細到大都知道呢樣嘢係唔好嘅，所以你係唔會去食。即係我覺得個教育嘅效果未必係真係咁在於係話教你有煙嘅好辛苦。你禁止再作為一個 symbol， 令到呢個細路知道呢樣嘢係咁，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你哋想講個教育效果同埋反方所講教育效果，其實應該會係有啲嘅分別。咁但係因為去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其實我覺得正方都同埋真係會講到個教育個分別係啲乜嘢嘢嘅話咧，就反方問嘅時候都會有分數，但係我會期望正方去解釋多啲，即係尤其是係當你每個位都喺度講緊話，你而家有咗呢條法例，你就可以做基出然後去教啲人嘅時候，我都喺度諗緊，咁其實你而家冇都可以照教，個分別會係啲乜嘢嘢？呢個我係講嘅。咁跟住就講下個，我又要再重複多次我句嘢，我同意 B K 咁講咧，都係啊，都有好多嘅。即係今日攻勢非常之凌厲，不錯覺得係好，但係咧對於嗰個禁煙嘅立場，我覺得係，即係我都會有好多嘅問題，例如係，即係當你問對面話，即係當你係咁質疑對方一啲實質嘅成效，例如係都會有其他移民出世嘅可以被支煙，咁2009年之後出世嘅其實，或者係都會有代佢等嘅情況，我都會有諗過，即係如果對方真係問。做咗之後，咪至少可以令到食煙嘅人少咗。咁如果唔做嘅話，咁你會有咩其他嘅手段去希望去 discourage 2009年之後出世人食煙？我覺得其實佢咁樣問嘅時候咧，都會有啲係花手。究竟你哋對於煙草嗰個立場係點樣？因為你其實我哋都唔係好交代得清楚。即係我唯一一個清楚知道嘅立場，你覺得煙草係可以？鼓勵物可以 discourage 啲人食，但係絕對不能夠禁止啲人去購買或者去接觸嘅。但我會有同樣咧，我都會有一啲嘅疑問喺度，即係點解咧？尤其是你講到係話你，即係我就係諗緊你絕對禁止啲人去購買，同埋你加個成，即係同埋你加成本
後仲有黑市個位咧，因為你係開出嚟兩個論點啊，即係第一個就係講話政府冇個無權去禁止啲人去購買煙草，第二個就假設你禁咗煙之後，啲人就因為唔會因為禁煙而戒煙，所以會有黑市嘅情況嘅。我會期望聽得多啲關於黑市嘅呢個位，因為好似由頭到尾都淨係聽咗一句係分擔會有黑市啊，跟住然後就變咗回應啦，裡面嘅回應方法就係話分擔同香港做法唔同，因為分擔係一刀切禁曬所有人去買煙嘅時候先會有黑市。咁我會期望聽得多啲你哋有對呢方面嘅回應。咁如果你講得出黑市嘅話，咁就會聽期望多啲嘅例子。咁但係咧，同埋我覺得情況係打分擔呢個反覆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咁樣諗啦，我因為其實我係冇 cap 過呢條線嘅，雖然即係想打，我冇 cap 過呢條線啦。但我就咁諗嘅時候，我覺得反而其實黑市可能對你哋嚟講會係一個，其實分單呢個例子對你哋嚟講深刻，可能係一個有用嘅例子嚟。因為你哋個立場底下係想講話分階段禁煙啊嘛，之所以要分階段禁煙，就係你一嚟想最終係走向一個無煙嘅藍圖，同時咧希望個執法嘅成本唔會一下子升得好高，即係你個黑市個程度起碼係好高。咁所以除咗你所講話，香港而家要做嘅同不單嘅有分別之外，我覺得深刻正反方所講話黑市本身係嚴重，反而係正方嘅立場係未必真係有咁嚴重。所以我覺得嗱，都可能都你哋本身有聽講黑市過嚟，或者呢個之後我即場聽到嘅時候，我覺得如果係正方講，可能呢個例子會有啲乜嘢可取嘅情況。但係如果你 cap 咗其他嘅都會選擇咗分房俾咗，呢個只係我個小小嘅觀點。咁我講嘅評語就大概係咁多先，再交俾你參考。而今日南方轉面咧，我抽到一樣嘢咧，我覺得
呢條邊係係咪完全聽到兩個咧誒即刻上堂誒解決憂鬱嘅時候，但係你話渠道減少咗或者佢完全禁絕個渠道嘅，都有機會嚟到，但係啱啱先我提到會延伸到咧，其實可以做到，但係呢個咧就唔係真正討論嘅事情。如果咧喺正方嘅立場框架底下咧，如果你要成出今場嘅比賽，你係必然要講得出喺你嘅標準煙草中嘅底下，點解咁延伸得到去購買香煙係一個必經嘅一步？你要講得出成個嘅完整具體嘅藍圖。如果咧，我覺得可能情況相對係比較弱啲嘅，但係我咧係會再延伸多一步，就係你今日聽人講出嚟，唔同嘅代表者，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去針對。嗱，譬如話現有嘅煙民可以繼續控煙啦，但新一代咧，因為而家冇政策，就要即係禁止佢哋。然後我覺得你可以再講一步，就係其他方面有提嗰個問題嘅，我覺得係值得深思。咁我哋係咪要禁到啲入2008年、2007年之後啲人都死曬都唔明？即係咁講，但係個多謝大家，咪等啲人即係嚟人頭跟提死曬。其實我覺得喺正方你立場底下，你個答案應該要排嘅，因為講真，你呢個方案咧，從來都唔會針對到現有嘅煙民，因為現有嘅煙民喺政府過去40年嘅控煙措施咧，即係講得得咗坦白啲，就嗰啲人戒得就大，戒唔到係啲咩人？其實煙草好深嘅人，佢戒極都戒唔到。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呢、這個政策你嘅政府都唔會話即係要你即刻去戒煙，你要短時間去長煙都唔實際。所以政府嘅立場咧，你嘅立場入邊就想講控煙嘅手段啊，係。即針對現有煙民戒低好低個啦，但呢個都唔係重點，因為咧你持續都係即係隨緣頭跟睇就即係淘汰咗啦。但喺正方你嘅黃金之處係你重點係講咩？就係、是、你新世代，因為如果你今日現有嘅煙民喺現有嘅控煙手段減少咗，但係如果你新增嘅煙民係冇減少到比例嘅話咧，一加一減咧個吸煙率係唔會下降，你得閒唔好你去上所講嘅嗰個控煙香港。所以咧你係要講到呢一步，話俾民眾知道你今日所講嘅嗰個煙民同埋好似反方想講嘅嗰個一種。一步一步咁嚟，一步一步咁嚟，就要再講一步就係點解我哋唔應該俾青少年接觸第一口煙？我覺得有個角度係可以嘗試切入去講，就係戒煙嘅成本有幾高。其實你可以講啲化學產品就係負擔價成嗰啲好難。與其你去食第一啖煙，而要佢哋去戒煙，而去觀望去幫佢哋，點解政府唔由第一步應該撳住咗咧？我覺得今日政府咧係要交代到呢個方針，即係嘗試再講多啲，對於你成個論證嘅力度咧就會更加之好。咁反方同你講咩全面禁煙啊、時間嗰啲啊，其實咧，或者反方係同你講嗰啲咩執法問題嗰啲咧，我覺得你可以大可以一句講係，因為我哋講緊禁煙，如果行到無煙城市嗰啲刻不容緩，因為戒煙咧從來唔係話你想戒就戒煙，都係好難㗎。所以你同我講嗰啲執法問題，你同我講嘅嗰啲黑市問題，都係次要，個重點都係你覺得呢樣嘢係咪刻不容緩 ？OK， 你可以採取一個咁嘅態度，我哋唔知道，因為個重點咧唔係我所講嗰啲黑市。呢啲比較次要，但係你重點係要講到你無煙世代點樣做到呢個嘅政策最好嘅效果，加上對政方嘅一啲嘅理解。而今日係呢個第一個我想 clarify concept 係咁樣，而第二個我想clarify concept 咧就係現有嘅煙民同新世代嘅煙民大家嘅討論。喺今日反方嘅立場入邊咧，其實你係贊成現有嘅措施有效，甚至乎雖然今日反方呢個冇特別講過，但我會理解就係其實你要講乜。現有嘅控煙手段咧，其實繼續做落去咧，都可以做到越嚟越少人食煙啦咁樣。我呢個咧，我係同意嘅，呢個可以做到人越嚟越少食煙。但係好可惜，我覺得有一樣嘢政方係要講得出口，或者係未講到咧，又係好可惜。就係、是、控煙嘅手段係有佢嘅限界嘅。有啲數據咧，我揾到就係、是，譬如反方講嘅加煙草税咧，你由以前加可能加煙草税可能降到30%嘅跌幅，但係其實你發覺數據咧，你越加，其實你個跌幅越嚟越細。反映啲乜嘢就係、是。你禁平咧都會有多性需求嘅煙民，你係禁唔到佢哋落地。咁你嗰、那個即係你個手段，即係你由20分進步到40分，其實可能好簡單。但係你話40分要再到80分咧，其實好困難，因為即係嗰個效益就係你會係大減咗，即係唔係好似反方所講，必然係會行之有效，非常有效。所以如果現有嘅控煙手段其實都有佢臨界點嘅時候，我哋咪有必要揾佢出路。但我覺得好可惜就今日正方未嘗試去講到就係你嘅控煙手段。有佢臨界點，只係講咗就係可以多管齊下，可以一齊做。咁呢個係覺得即係比較可惜嘅地方。咁所以當政方冇去即係採納呢一個反方嘅時候咧，我會直接理解反方所講而有行之有效呢個咧係個事實嚟。然後再講多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喺今日反方嘅嗰個理解底下咧，佢提出咗好多嘅一啲問題。其實我覺得你可以講多一樣嘢就係話，你政府你有嘗試去串連嘅。就係想講，政府從
有用啦，點樣做非吸煙者啲朋友嚟嘅？今日正方冇提過二手煙個，有提過二手煙嘅，我睇到後面。但係今日正方唔係好大曬二手煙，我覺得你談開同大家講嘅就係話，而家嘅我控煙手段咧，你可以同現金有害，但佢哋限制咗一定大嘅限制，又加煙草税，又擴大法定禁煙區，甚至乎就係嗰個禁煙區亦都打算越擴越大啦，煙草税都越加越多。咁喺現有嘅情況底下，你想講嘅嗰啲二手煙問題咧，其實你自己講一份嚟禁煙，或者有吸煙間，你自己喺自己感染嘅空間入邊吸煙，其實咪可以避開咗正方所講嘅二手煙問題。所以你可以理解就係現有嘅手段既平衡煙民嘅利益，亦都保障咗非吸煙民會吸食到二手煙嘅嗰個利益嘅時候，喺你就可以再，你覺得你咁樣講咧，你嗰個立場就會更加清晰，就係我唔反乜嘢都唔做，有得現有平衡到兩邊嘅利益更加更好。而唔係好似正方咁樣越越界剝削煙民敢於喺自己空間吸煙嘅自由。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講埋呢一步咧，對於你成個短線就唔好諗。